嘿，好了，我们今天要进行新的战役。哇哦，因为有人在留言说希望看我玩奥地利。好吧，那我台湾在，对，我早上昨天就说过了。总之，我们来玩一下 Austria，奥地利。哇、哦，奥地利真的不好玩，不好打。我的意思是这个。哦，可以看到我们有非常多东西要处理。Assignment a general。决定是你了，啊，没有别人。我们先守备好了，对啊，We need to stand our ground. Maybe we can look how Japan and China would do. 哦，还有我被攻击，真是吓死我了！原来就是有人闯进来，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做太多事。反正把周遭敌人都砍掉，我就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获胜。话说，我一直在想要怎样才可以让各位可以进行全军破敌三国的投票，不然各位就在留言告诉我你们想希望我怎么做吧。盖个机场，Yeah, for greater good, like capturing. Well, 好啦，其实说回来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投票一下。虽然说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，但对啊，我决定要做投票，还是投票比较合我的心。所以说，对啊，我们又要来进行很重要的投票，在这个影片底下会有。在这个影片的资讯栏的部分会有我那个，在这影片资讯栏的部分会有我所设立的投票。那请各位踊跃的告诉我你的意见。首先，我们会先，我觉得就不要选举那个了，我就直接列出几个国家，然后来给各位选。好，我真的会列一些国家给各位选啊，不用担心。这次就让我还好好发，再让这次就来好好享受一下。哇哦，说真的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打哎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选全部都很简单的国家的，啊，因为还是要有可啊，完蛋完蛋了，还完蛋了，因为还是要有可玩性啊。我觉得 GG 了，真的很糟，反正算了，我们就当做是一个小型测试。A little. 我们好像没有死。We are not done yet. Yes, we are not done yet. Yes, yes, we are not done. 我们没有死，太神奇了！他怎么没有攻过来？好了，不攻过来也好，哼哼，那种豁达的感觉，然后他居然没攻过来。好啦，我现在就来公布。我觉得还是直接在这边公布会有什么选项。好了，第一个当然是芬兰。好，芬兰我一直觉得应该有点意思。再来就是法国，法国我们对啊，我们都一直没来做欧洲国家，有没有发现？像英国、爱尔兰我们都没有做，甚至德国、波兰都没有。所以说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次我们就 focus 在欧洲国家好了。那就是对啊，那就是所有欧洲国家都可以选。毕竟我上次已经投票选亚洲，也就是我们这里啦，对，然后对啊，亚洲，印度完，我又马上进台湾，然后又，哎，不对，我现在回忆一下，先回忆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播放清单哈，我们上一次就是在日本，我们在那个嘛，我要检查一下。Let me see。哦，我们上次是南韩呐，对，然后我又开始搞中台湾，然后结果却失败得很。哇哦，每一次都失败，失败，失败，再失败，然后用那个韩国语的那个照片
行骗天下没有，好了，不是骗啦，反正对啊，我想这次我们就专注在欧洲好了，欧洲 European nation, all European nation are available, 一直讲错 available 啊，总之对啊，所有欧洲国家都可以选，只能选欧洲国家，please, 当然呢。我还是会开投票啊，对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对。不过这次都会 focus 欧洲国家。Please don't give me like this. This is difficult. 我现在就觉得很难了，更何况是玩这些只有二级城小国，真不懂为什么 AI 每次都能壮大。哎，算了，反正他们是作弊鬼，作弊鬼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想玩意大利的。啊，重建 Roman Empire 有没有？感觉就很酷。我们终于可以出门了，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参兵了。哇哦，只能说拜托不要生小国，累死了。I tired of this。而且我今天忘记带档案出门，所以说。今天还是没有战役影片的讲解。其实，对啊，我自己也有发现到奎克猎头者那个影片最近很少人看了，肯定是因为那个影片的那个声音的质量差太多了。所以说，对啊，也许我明天去弄个耳机，再把我之前已经拍好的东西给推翻掉。哦，干霞，我们终于有一个新城市。然后维也纳也恢复了点点血量。哇哩嘞，好吧，起步总有个起步。如果各位想继续看我玩奥地利也没问题啦，虽然说我觉得蛮苦的，干干苦苦，酸酸甜甜，没有啦，就算就苦，但是苦尽甘来的感觉也不错。Cambodia 很多亚洲国家，我玩欧洲就一堆亚洲国家倒下，真的是，算了，欧洲国家强国多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撑下来，那就很不错。这是废话。瓦里雷的 Berlin 被占领了，我也没钱过去。对啊，我没钱过去。We got no money to spend in this kind of scenario。对，我们真的没有钱可以花。虽然说我们可以走超远。Destroyed，哼，好吧，这真的很难，还是要玩埃及。好了，这离题太远了。Greece has been defeated by Egypt，被埃及打掉了。然后说回来，说到全军破敌三国，对，我也应该做个投票来告个，让各来知道一下各位的倾向，是要玩哪一个军阀呢？哼哼，哇耶，Belgium 拿在那里，好吧，不失为一种好玩的感觉，也是 another destroyed。玩奥地利真的是很苦，苦苦苦，我好像吃了苦瓜一样，觉得很那个。好了，没有，我开玩笑，我一直在喝茶，但当然苦，茶又不是全甜的。Well，我在想，我还是做个，我正在想录制别人 YouTube 的影片。就是我们这边看 reaction 做的 reaction 到底会不会算是违反著作权法？我很怕违反著作权法。这个国家哦，它还有一块地，所以我 No，we didn't get enough money。好了，占领这里。Attempting，可是让我们的友军强也很重要，算了。继续攻城，
哦，看来 AI 台湾做的还不错，拿下香港了。虽然说拿下香港不代表就很好了，但是蛮积极的啊。积极是有时是好事，有时是坏事。当然，战锤的战役现在还是要继续进行。我现在也已经有三个计划了，一个三个电脑游戏的计划了，一个就是全军破敌 Empire 或 Napoleon，应该是 Napoleon 先，因为 Napoleon 是大家最第二喜欢的主题之一。Oh fuck you and God damn it, we have lost what I want。哎，算了，你回去。这个我可以拿吗？拿就灭他们了吧？不行不行，盟友当然是多一个能算一个，不能随便让他们灭，让他们被灭。Ukraine 倒是很干脆的要死了 ，They already dead, they are in the dead situation。好了，总说回来，我有三个计划啦，一个就是玩，继续玩全军主力战锤，战锤二这个没办法改变。不容改变，然后还有全军破敌三国，这个 no，这个应该也不会变，我都已经买游戏，为什么不实况呢？重点是要看你们要看我玩什么这点啦。嗯，目前有14个领主哦，我自己因为我是买预购的，所以我有黄金贼 DLC，我得看一下黄金贼 DLC 有多少人，稍等稍等。STEAM，或调查 ING，Welcome to Steam。What the fuck？这边怎么都是那个的？啊，要把人家杀了吗？We cannot do this, but it's attempting. Yes, take back this. 也许这边还比较安全呢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搞不定啊，说不定啊。好了，我可以继续看哦，《Total War Three Kingdoms》马上就是显示在我眼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《Total War Three Kingdoms》。我知道有哪十一位领主，但我忘记第那个黄金贼 DLC 有什么。好，我看到了，黄金贼 DLC 有三个领袖。好，没错，那14个领袖是没错的。这个说法没错，那我先一一慢慢讲好了。啊，不对，我们用另外一个影片来讲这14位领主好了。就对啊，毕竟我们还有一款，我们用《三国志》的地图来演来讲解会比较快吧，会比较对，你们会比较快速的带入到那个感觉中。Wow, this is really a thing. 嗯，真是五彩缤纷啊！我在想要怎么走会比较好。哦，这是新的豹二哦，豹一 A5 的那个模组。也许我们应该从维也纳直接撤离，有没有？真糟糕，好吧，我们损失布拉格。好啦，说回来，我们这个影片，我觉得奥利有测试的差不多了，呵呵，好困难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总之下一个2019的战役就集中在欧洲主题，我会把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放上去，但是不包含中亚，所以别跟我说这些国家。当然，对啊，土耳其我会算一个，因为他在伊斯坦堡的地方嘛，而且他也算蛮可以征服欧洲的啊，呵呵。总之，所有欧洲国家都会被记录到投票中。啊，包括安道尔，Please don't choose this, I beg you，还有 Luxembourg，Please as well，Fuck off if you guys choose them。哦，这三家也都不要，这三家我也拜托各位不要选，我真的活不久。如果你说芬兰，我还有点机会。嘿，好了，总之我们，对啊，我们的投票就会选择欧洲国家。那至于全军破敌三国的那个呢？嗯，因为我还没有游戏，所以说，对，我们就用其他，我就用那种三国志手游来给各位演示，应该说就说明有哪些领主这样子。哦，好啦，那各位对这个新战役系列有兴趣呢，还请踊跃投票。那我们就下个欧洲战役再见。
拜拜。